会长，是帝华包包公司的董事长大老板。请向我要介绍一个第一种女士，麻烦这个王朵友。还有我介绍一个中原办中央秘书，梁丹记先生，他是前过侨联常委，是华侨华人总会的会长，是香港侨界事团的副会长，介绍祖先路先生。他是我们华侨华人总会的参会，是我们华侨参会的会长，是前李强志先生，是世界中青会的主席，也是我们这个华侨华人总会的荣誉会长，是我们今天筹办的荣誉主任啊。今天我们筹办人来了1000多人，他出了不少，都出钱出力啊。接着我介绍一个李立聪，李立聪女士是我们侨界使团联会的副主席，是中国高等院校的常务副主席，是前过侨联的5年。还有一个消息，他最近被华侨大学委任为音乐舞蹈学院的名誉院长。李小川是包括公司的董事经理，是我们侨界妇女部的常委，请他的还有出席的是太太，我不必介绍。也是出席还有我们各社团的领袖跟会长啊。出席今天由刘晓明会长、李长秀、林慧卿、黄凤鸣、林伯虎、梁顿祥、陈炳华，还有没有啊？今天我们出席的嘉宾特别多啊，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还有，哎，爸爸，你不得够。他是我们荣女士的夫人啊，对我们四团呢每次活动很热心，经常出席啊。我们再次鼓掌，人们开心过来，都那么现在我们还有呢，这次我们开展1000多人的联欢会，我们很多的新人干什啊？现在就是说我们给筹办单位的主要工作人员是左信华啊，我们的主任还有李多安啊，还有张信荣，还有老夫兰，还有那谁等等啊，我不一一介绍了啊。那么现在呢，我这个机会要请李国春会长支持。尊敬的李国春康利，尊敬的印尼驻香港总领事康利，尊敬的
你产生抗力。诸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校友们，大家好。寒冬刚过，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迎来了人家大华校校友一年一度的新春联欢会，在这里隆重举行。首先，我代表统筹组向各位嘉宾、诸位来宾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热烈的欢迎。这一次联欢会，我们有几个特点，单位和校友参加，而不是往年的曾经小些四五个单位。由于我们获得了各个学校热烈的认同和积极支持，要求参加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已经达到了1000多人，一共有88席，盛况热烈。来参加这一次的联欢会，有一名来的客人有5位：纽西兰、克林顿来的也有1位。悉尼来的也有1位，国内来的总共有12位，还有一个奥地利的维也纳也来了2位。所以我们这个晚上今天联欢会是非常谨慎的。第二，今年的联欢会呢，人头组的有2个单位，引申到5个单位，本来是由华侨奉献体育学校，再加上山东西的中华奉献南南方的小众学校，不说掉的北华学校。那么下个年度呢，我们经过协商后，第一就是清华学校，二谢赫学校，三老八山请进学校，四城区的新馆学校，还有海口的海华学校，总共5个单位来联合组成统筹组。这个是为我们每年度来考虑的这5个单位，能够做得更好、更完善。女士们、先生们、教育们，由于我们这次准备工作时间短促，工作经验不足，不足之处和缺点难免的，希望大家给出批评和意见。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生意兴隆，万事如意。谢谢。我要补充，我们有一个人说，我们所谓小组荣誉主任李长正先生致辞。如果真会长法官梁老师、曾高律师、梁会长、主会长，大家好。这一次有1000多个人来参加这个大会，我们都是野家大出身的。我记得呢，我们这一年前只是有1-2个学校在那边聚会，之后呢，不
个学校，之后呢又再扩大到剩五个学校。今天呢，我们有33个学校来参加这次这个大会，可以说全野加坝市的所有的学校都来参加了。那这个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我们的班啊，工作人员。我们本来呢，大家都是抱着一个联欢啊聚会的性质，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每一个学校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们非常的热情，不断的把我们这个校友会一直推向高潮，一直推向高潮，每一次呢就一直把它扩大，一直的不断扩大，所以呢扩大到今天的1000多个人。我们如果能够再扩大的话，我看几千个人啊，我们都容纳不下了。那也加大的人才啊，他们呢在我们香港社团里面可以说都是领袖的人物啊，都是领袖的人物。无论是香港侨界社团委员会，这个是我们华侨最大的团体，华侨华人组委还有其他等等的团体，他们就是顶尖的领袖人物，说明了我们也加大人才非常多，人才济济。我们还有在座的许多虽然没有上台，但是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人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加大在这里开这个会啊，大家高兴，我们都非常高兴。老爸今天大米水养得好吗？对吗？感谢阿爸尊重啊，爸爸今天大米水。Hari ini yang datang lebih dari 1000. Semua asalnya lahir dari Jakarta. Semua ini sekarang di Hong Kong, Jakarta sudah banyak sekali mempunyai keluarga. Kami harap China dan Indonesia bisa baik selamanya.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Pada kami yang berpengaruh, saya sudah berpengaruh. Terima kasih. 我们的会长讲了一句话也讲那么流利啊。我们的总理是听得很高兴。现在我们的共请李国春会长致辞。尊敬的林长生林业主任，爸爸一部团员，各位主任，各位来宾，各位侨友，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促膝香港也加达华校校友举办的新生联欢会，我敬恭祝各位兔年新长如意。刚过去的2010年是多校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年，在中央领导下，大力推进改革和现代化的建设，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各项社会建设将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世博会、广州奥运会两大活动的成功举办，是多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所有实现都是我们深受鼓舞及深感自豪。过去一年也是我们香港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平稳的一年，从此侨界社团和人士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已再上新台阶，有了个新发展，取得新成果。我们香港侨界社团年会积极开展爱国爱港活动，除了支持热心政府依法施政之外，还凝聚力量扩大队伍，并加强与海内外华侨华人和各地的侨界联系和交往。过去几个月内，港侨联成功举办过的较大型的活动有高端经济论坛和百年信泰
文化出国、四海同春、文艺晚会，这两大活动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好评，扩大了香港侨联社会影响和提升了它的地位和声誉，以为社会工作应有的贡献。在两会刚圆满结束，双五规划顺利开局，蓝图一两会目标已明确至此。展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香港侨胞团结，积极吸收更多侨联人士加入进步的社团，认真关心和参与社会事务和活动，积极参加投票选举，比每个香港的爱国爱港人士担当一员，真正为香港社会和港人长远利益服务。今年社会辛亥革命100周年，香港各界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9月16号的100周年纪念大会、大型图片展览展会、讲座与人物真挚社长、港台青年学生夏令营、大家的嘉年华欢迎晚会等等。我们希望并相信，通过这一系列富有意义的活动，进一步宣扬爱国精神，凝聚爱国爱党力量，共同为民族复兴和统一大业、为祖国更加向前发展、为香港持续稳定繁荣、为香港侨界队员的团结壮大而努力。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利，谢谢大家。kami mohon Pak Konjen memberi sedikit sambutan. Pak, ini salam Pak. Izinkan saya pakai bahasa Indonesia sedikit biar pada kenal. Salam sejahtera untuk kita semua. Yang terhormat Mr. Winston Lee, Presiden Indonesia Jakarta Chinese School Alumni.也叫他华侨交友，这个组织的主席。Yang terhormat Mr. Yu, Principal of Indonesia Jakarta Chinese School Alumni. 刘先生也是，也叫他华侨交友这个组织的领导人。Yang terhormat Mr. Sun Guang.Lesson Office of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SAR. Yang terhormat para associate, Mr. Zhou, Mr. Liang, Mrs. Kok, Mrs. Yu, dan Mrs. Chuan. 尊敬的周先生、钟先生，还有这个右先生，还有其他的组织者第一次这个华侨，你在华侨交流的机会。尊敬的这么几个领导人，yang terhormat para undangan yang berbahagia, yang ini, 我很荣幸能够受到那么高规格的邀请来参加这次盛会。你好吗？你好吗？你好，你好，你好。Pertama-tama saya ingin mengajak seluruh hadirin semua
untuk memanjatkan puji dan syukur kepada Tuhan yang Maha Kuasa. 我首先要向大家在座的全体参与者表示我们感谢上帝能够在这里啊，大家汇聚在一起。Karena berkat karunia-Nya kita semua masih hidup kesehatan dan dapat berkumpul dalam acara makan yang bersama. 我能够参加第一次，这不是大家可以来，大家来欢聚，来这里啊享受正餐。Pada hari ini yang sekarang telah ada Jepang, ada baiknya kita mengingat kita.Korban gempa dan juga tsunami serta berdoa agar gempa dan tsunami itu tidak juga menyerang Indonesia pada masa yang akan datang. Ini juga, 我也要向遭受这次海啸的各个人民表示同情之心，同时。我也希望这个大的灾害不要再冲击印尼这个岛国。Pemerintah Indonesia bersyukur dapat diizinkan membantu pemerintah Jepang baik berupa uang, barang-barang, tenaga medis maupun obat-obatan. 印尼政府已经向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捐助物资、金钱、药物等等，来救济日本的灾民。Ini merupakan pertama kali saya diundang dalam acara alumni Jakarta. Ini adalah 第一次我得到邀请来参加耶加达华教教友的盛会。Saya gembira karena saya menjadi yang paling muda siang ini. 我很感到荣幸，因为我在这个参与者里来说，我是最年轻的一个。Merupakan kebanggaan tersendiri bagi saya untuk bersama-sama ibu-ibu dan bapak-bapak yang terhormat yang masih memiliki rasa kerinduan dan kecintaan terhadap Indonesia dan Jakarta pada khususnya.我能够跟所有的合法的各位组所有的参与者在一起欢庆这次的在这里欢庆这个今年的到来，我感到很荣幸。我的内心上我出来介绍的我的建筑理想的上有关我的中国人民出来的建议建议政府很欢迎能够有这样的交流会的盛会的举行，di mana diharapkan melalui pertemuan ini kita dapat menjaga hubungan emosional dan menyegarkan ikatan kita mengenai kenangan kita Indonesia. 你们还没有忘记印尼，我们这次也是我代表印尼来向所有参与者表达。我对你们的对印尼的感情。Dan juga Jakarta yang dapat lebih mempererat keterikatan antara Hong Kong, China dan Indonesia. 我们在这里也欢庆，也加达，和这个香港越来越密切的关系。Sebagai sama-sama kota metropolitan.香港和耶加达有好多共同之处，所以说，saya sedang berusaha untuk bisa membawa perusahaan pengolah sampah Hong Kong untuk bisa membantu mengolah sampah di Indonesia dan termasuk Jakarta. 我现在正在努力，致力于让香港和印尼和雅加达能够达成协议，就这个处理大气方面，达成这个协议来共同
做这项工作。saya saya bisa melakukan sesuatu sekecil apapun untuk bangsa kita, untuk bangsa kita, sehingga ke depan hubungan kita semakin baik dan makin baik. 我现在正在做出哪怕是微薄的努力，我要促进印尼跟中国之间的更友好的合作关系。Saya gembira melihat kekuatan warga Jakarta begitu luar biasa di Hongkong. Saya yakin Bapak Ibu punya kekuatan kumulatif, kekuatan bersama yang luar biasa.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野加达在香港的交友是那么有实力。Saya menghimbau, saya minta didukung untuk kesempatan menerapkan kembali hubungan Indonesia, Hong Kong, dan China secara keseluruhan. 我希望也能够得到瑜伽的所有校友的支持，支持我继续为中国，也为印尼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香港和印尼的友好关系做出努力。Akhir kata saya ucapkan terima kasih, selamat siang dan selamat menikmati makan siang bersama. 最后，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谢，同时祝大家度过这么愉快的中午，这么愉快的日子，而共享美餐。谢谢大家。
来自香港，地名华中国历史的人家的华校校友，在这里欢聚一起，举行盛大的新春联欢。首先，我们要真心祝福在座的各位嘉宾和校友，新春快乐，身体健康。让听众们掌声加油！队友林长生校友，献出的，我们要对他表示真心。